咱住的这是什么地点？什刹海，皇宫的后花园。您主持过国宴，是正宗的满汉宫廷菜的传人呐。我可以不要什么山珍海味，我不要包，不要车，我就想要男朋友。您好歹也是去相亲，怎么穿个唱歌剧的似的呀？什么牌子？招致安排。我呢，就得找一伴儿，这个伴儿只有你爸最合适。陈慧欣，我知道是你，我会选你，我瞎眼了我。My name is 庄静，张志斌 sister。近水出芙蓉，电染出雕饰。你们好，我叫大卫。你一个洋鬼子，